多過上次好多嘅。因為我翻唔到去，咁我自己啲嘢好忙啦。我真係有查過機票嘅，咁我諗住會唔會好似因為嗰次期間咧，我都知道 Facebook 知道有啲人咧係真係翻嚟遊行完之後跟住翻返走噶嘛，咁我都諗住咁樣噶。嗱，我睇緊我自己啲嘢咧，死啦！咁我完全唔掂，咁我唔可以咩噶嘛？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去俾我睇到嘅時候，我真係祈禱，好誠心祈禱。咁我哋譬如天主教，咁我哋會有叫聖靈啊，以天使禱物嗰個驅魔嘅。咁我相信一路咁啊念聖靈啊，以天使禱物，然後跟住我哋好多嘅經文，我哋其他嗰啲，我去祈禱。咁然後跟住我翻學嘅時候，我望嚟撒，咁就我就真係去揾佢哋資料。我諗下，因為我哋有個環節咧，就嗰、那個信日好文嗰個環節，唔係其實係平日嘅嚟曬嚇，都會有。咁我每個即係參與嘅教友咧，自己可以去講一個祈禱意向嘅。咁我就真係掂埋心想我準備一下，咁就喺嚟曬裏面，咁我去好大聲我講翻出嚟。咁一路講嘅時候咧，自己個心一路震緊，但係完咗之後一路眼淚流啦。但係你聽到大家一齊去祈禱，為香港祈禱。咁就跟住之後，係啦，一路都係 Facebook 啦，去睇到 update 嘅情況啦。咁啊，搭緊巴士嘅時候，一路碌緊 Facebook 咧，眼淚係咁流噶啦。咁就收尾都係個過程裡面就祈禱，咁求天主第一保守香港，第二真係去帶我去行呢一段路，雖然我翻唔到去，但我覺得我會同佢哋喺埋一齊。咁所以咧，第一次103萬人嘅時候，其實之前咧，我都譬如我哋另外一個 group 入邊咧，我都提過嘅。嗰陣時一路我係呼籲緊啲人去遊行嘅。咁我就已經講過，人數咧唔會令到統治者會改變嘅，因為我哋之後都睇到當年23條推到咧，唔係話因為我哋50萬人上街，而係因為有啲特別嘅事情。咁嗰啲嘅特別事情咧，咁我覺得喺信仰嘅角度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奇蹟，天主安排嚟嘅。所以今次一樣，我覺得奇蹟係要我哋去，即作為我哋基督徒嘅話咧，我哋要去相信奇蹟係天主而嚟嘅。咁我哋亦都我好清醒地知道，即所以變咗嗰個遊行前，我都曾經提過，即靠，因為其實都睇嗰啲嚟到呢度嘅嚇，睇到一啲政治學嘅一啲文章嘅時候，都睇到即唔好期望統治者會係會好仁慈，去良心發現咧有良知，然後去行一啲嘅善政，因為權力冇得制衡嘅時候咧，係唔會有呢樣嘢噶。但是人民可以有自己的一些的渠道去表達，即我們是用和平的方法的時候，最後103萬人201人，我們是感動了世界，雖然我們感動不到統治者的，所以就變成可能主教都會說我們繼續為統治者祈禱，去為人心祈禱，去為那些的很硬的人心去祈禱，即我們會去做這件事，但是我們也都去為我們自己，為即去即除了祈禱之外，向世界去宣講，去宣揚。所以其實香港人自己創了這個奇蹟的時候，當然也都我們看到今次一路他們聖阿里路亞to the Lord的時候，我們看到真的天主的奇蹟。其實經過雨傘之後呢，因為雨傘的時候咪曾經個畫面，即係俾人篤咗出嚟咩開槍噶嘛，最後冇開到槍噶嘛。咁而今次咧，咁有好多嘅一啲猜測，就係因為呢啲唔係本身香港人，咁我又覺得係香港人，唔係香港警察，唔係香港警察，唔重要，重要係佢哋做咗呢樣嘢出嚟。咁但係呢啲即係都會擔心。但係亦都會知道咧，佢哋嗰啲即專權者咧，佢哋更加識玩。佢哋會知道搞出人命咧，佢哋要付出嘅代價咧，係比嗰個付出性命嘅人更加大嘅。咁所以佢哋做所有嘢嘅時候咧，佢哋一路計算考量嘅，佢係要
打你，佢要懲罰香港人，但係佢唔夠膽去屠城嘅，因為香港始終同天安門唔同，就係、是、我哋係一個嘅，仍然係一個資訊流通嘅，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嚟到睇到見證嘅地方嚟嘅。咁呢個係啦，香港，所以香港嘅國際化嘅時候咧，亦都係香港嘅一個嘅其中嘅保障嚟嘅。有冇參加過呢度嘅？有。咁就係啦，咪就第二日咧，即第一次遊行嘅第二日咧，香温哥華咪有一個嘅，咁我都係喺 Facebook 見到嘅，見到咧，咁就我就諗住要去參加，啱啱嗰個主日嚟嘅，我就諗住啊，我完咗離撒，我就要過去噶啦，咁就有一個教友，咁其實平時咧，其實我哋即有啲嘅 group 咧 ，Bosch group 啦，大家都唔講政治嘅。咁但係，譬如可能有次討論嘅時候，你sense 到啊，佢可能同你立場相似咯噃。咁嗰日咧，我出門之前咧，我就 send 咗一個嘅即嗰個消息，即 cap 咗個圖啦，就係、是、嗰個遊行嘅消息個圖咧，唔係遊行，其實係叫做聚會嚟，喺係啦，喺集會嚟嘅啫。cap 咗個圖 send 俾佢。咁去到呢個巴士站嘅時候，我就收到佢嗰個回覆，問我係咪去。我話我係，我會去啊。跟住佢話我車埋你啦咁樣。咁於是就我完咗離撒，佢就過咗嚟。咁佢跟住咧，我哋就一齊去啦。嗰、那個就係我第一次喺呢一度參加。咁、我覺得我翻唔到去，但我喺呢一度嘅時候咧，即都係表達一個支持嚇、表達個支持。無力感都存在噶，因為但係有個唔同嘅就係、是、三運嘅時候咧，咁世界。仲係蒙查查，佢哋睇中國嘅時候咧，佢哋睇唔清。咁所以變咗香港人爭取民主，因為我都睇過有篇文章佢講緊就係、是、爭取民主咧，佢哋覺得唔係好緊張嘅嘢嚟嘅。咁於是咧，佢哋就冇再理會，就好似天安門事件之後咧，佢哋繼續同佢做生意。咁但係去到三十五年後啦，佢哋睇到原來。他們當初期望呢透過做生意透過經濟呢希望一個專制極權呢可以轉向民主的那個夢破滅了不單止破滅了還要他們其實每一個、民主社會國家裡面是深切感受到被專制入侵即那個的、意識形態那個的、範疇裡面那個爭鬥呢已經是看到了咁所以其實佢哋今次咧西方嗰個反應咧，比起散運期間個反應咧係大咗嘅。咁對於香港人嚟講啦，一個好大嘅支持嚟嘅。咁亦都雖然我哋仍然會覺得，我哋700万人。咁你諗下佢哋每一年，佢哋每一年頭先喺度數緊嘅時候咧，佢哋嗰個維穩費都成萬幾億嘅，過萬幾億。咁變咗我哋算係乜嘢啫？但是我們會即看到就是每一個都是雞蛋來的但每個雞蛋呢我們要有策略地去守住自己不要裂還有也都去保護我們其他的蛋不要破裂總之我們一直不放棄去抗爭 去堅守不可以抗爭因為其實我們不是要搞革命的嘛是的我們第一要守住自己的東西第二我哋要去令到世界個良知被喚醒，咁樣我哋一路堅持落去嘅時候咧，邊一日會真正天光，我真係唔知道。咁但係我就變咗一個改變，就係、是、我以前覺得可能唔會有天光嘅，因為我喺度諗緊咧，就好似哈利波特咧嗰、那個伏地魔嗰種嘅黑暗。咁但係最後伏地魔都係完咗，就係、是、咁。